1997年版佛光大词典内文含页码以数之单位，如以数之单位，如第一或一位，表示所有皆是之意，表示平等绝对之意。毕言录第45则大四八一八一下，僧问赵州：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周云：我在青州做一岭布衫，重七斤。P 一一一，梵语有 fista、ikhika、pratikam 等字，含有每一、逐一、各个、仁义等义。梵网经开题大六二二中，一一句句，一一字字，皆是诸尊法曼陀罗身观。无量寿经大一二。三四三上，一一宝珠有八万四千光，一一光作八万四千亿种金色，一一金色遍其宝土。P 一，一一心识，指真如所入之时，又作一一实心，一心一心识，为非常非无常之心念。故又称俱非念，即灭即净念。细密教一是摩诃衍论所立十时中之第十时，为真如门所依之心与实相，一味之理会合，故称实心。又真如之体乃通一切有情非情，且为唯一者，故称一心。是摩诃衍论赞玄书卷二万序七二四四七下，第十实心即真如门所依本法，而唯能愿自门真理体能见用照体独立，故说未圆。此心得圆真理为境界，故异于地。九十一切一心时之不愿真理，而相当于天台四交中之圆角。是摩诃衍论卷二，是摩诃衍论记卷二，胎藏金刚菩提心意略问答卷二末，宗进录卷四十五，参阅一切一心识六十时五百零三 P 一一七日中阴七七四十九日之一。又作初七日所愿记、始善记、哭天记，即人死后最初七天之忌日。诸回向清规卷四追记名数之次第 P 一一九之教，至弥陀之教，净土宗立九品往生之法，故有此称。家财净土论序大四七八三中，二八红龟圣呼吸土一九之教，临池东下，其中二八指观无量寿经所说之十六关门，一九则指弥陀所立之九品往生。 P 一一二三四五六七，指随时随地皆可出现之普通事，亦即理所当然，连孩童亦能知晓之事。毕言录第二十一则大四八一六一下，僧问智门：莲花未出水时如何？智门云：莲花
1234567 宜杀天下人。譬一一人指佛，佛于人中得道，为世间最尊最圣者，故称一人。法华经譬喻品大九一四下，其中众生悉是无子，终略唯我一人能为救护。譬一一人作虚，禅宗公案名空古集卷六万序一一七三一六上，僧问心话，多子塔前共谈何事。话云：一人传虚，万人传实，盖真理乃个人所自悟自得，宜涉及语言文字则失其实。此与景德传登录卷十三大五一三零三上引言找禅师之语，一犬吠虚千挠癌时一同。 P 一一人当千，一人可敌千人之位，表示勇猛有力。北本涅盘经卷二大一二三七三下，譬如人王有大力士，其力当千，更无有能降服之者，故称此人一人当千。 P2 一刀三里，信仰虔诚者于奉造佛像时，为表示其前进，每刻一刀礼佛三次，称为一刀三里。此与写经时之一字三里，画像时之一笔三里，其意相同。P2 一刀两断，因刀之一极而截断有无之实践，比喻不顾情时之断然态度，又喻禅机之活用。大会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三是方基仪大四七九零九上，虽未得一刀两断，直下作断报化佛头，然却自有个性入处。资门警训卷十中山铁牛印禅师是同行法会大八一零九四下，若是大丈夫汉，心决裂之志，平伏烂之行，从脚跟下一刀两断，向佛祖外一遍透，身心俱了，亦不为难。参阅南拳斩猫三千七百四十二 P2 一上神通，只一回一度之神通，指最优越殊胜之神通。相对于小乘佛教所说之六神通，指佛神通、大神通、最上神通等。在小乘佛教中，神通表不可思议之神变，在禅宗则表日常行住坐卧之间悠游自得，不为任何事物所系缚之意。P2 一千七百则公案，乃泛指禅宗无数则公案。一千七百并非实数，系根据景德传登录中所载之一千七百零一人之传法机缘而来。P2 一叉鸠王，梵名 Akfiku， 巴利名 OKK Kansas， 亦作甘蔗氏，为氏家族之祖先，居于印度河流域，知福陀洛城。慧灵音译卷二十六 P 二，一口吞进，为包容一切事物而无遗漏，
碧岩录第十一则大四八一五一中，黄博士仲云：打水爱盆，一口吞进，天下那僧跳不出，汝等诸人尽是久遭旱。皮尔一大节，总括成住坏空等四节，称为一大节，乃一其世界之始末。瑜伽师的论卷二大三零二八五下，又此世间二十中结坏，二十中结坏已空，二十中结成，二十中结成已住，即八十中结为一大结，共计两百六十八亿八千万年。大毗婆沙论卷一三五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卷六参阅一中结五毗尔一大车，比喻法华之大乘妙法。法华经譬喻品位，有一长者斋舍七火，长者为救诸子出火宅，告以门外具足珍丸等物，诸子遂真径驰走，奔出火宅，长者各赐一大车，其车驾以一大白牛。一大车即比喻法华经之大乘无上妙法，可救度众生出三界火宅，此为天台宗华严宗之主张。参阅三车四车五百五十七皮尔一大士因缘，为佛陀出现于世间之唯一大目的，是为开显人生之真实相，此即所谓一大事。依法华经方便品之说，佛为使众生开示悟入，遂出现世间，是清于法华经论卷下详论此开示悟入之要义，列举佛出世之四缘由：一、如来具足一切智，能如实了知诸法身义，如来欲以其知见开启众生，令彼等悉皆了知诸法身义，故出现于世。二、二圣与佛之法身平等，无有差别，如来为示现此义，故出现于世。三、二圣等不能了悟究竟一佛成之真实处，如来为使彼等悟之，遂出现世间。四、为使彼等更证入不退转的，获得无量之智业，如来乃出现世间。法华经文句卷四上法华玄论卷五 P 三一大士后生。后生指来生，明了来生迷悟生审之境界，乃人生最重大之事，故称一大士后生。P 三